音乐是灵魂的直接语言。在这个故事里，讲述了一把特殊的小提琴，它竟有如此的力量，使两个迷途少年重塑生命的信念，再造人生的价值。这小提琴的力量来自何处？听完这个故事，相信人们会找到答案，并有所触动。我是拉姆斯先生，每天黄昏的时候，都会带着我那把心爱的阿玛提小提琴，去尤金湖畔的公园散步，然后在夕阳中拉一曲舒伯特的《圣母颂》，或者在迷蒙的暮霭里奏响《爱之梦》。我喜欢在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编织自己美丽的梦想。小提琴让我忘掉世俗的烦恼，帮我带入一种田园诗般纯净恬淡的生活中去。那天中午，拉姆斯先生驾车回到离尤金湖不远的自家别墅。刚刚进客厅门，他就听见楼上的卧室里有轻微的响声。是有个小偷。拉姆斯先生快步跑过去，一眼瞥见那把阿玛提小提琴正拿在一个少年的手上。他用结实的身躯堵住了那少年逃跑的路。这时他看见少年的眼里充满了惶恐和绝望。就在刹那间，拉姆斯先生突然想起了记忆中的那块青色的墓碑。他愤怒的表情顿时被微笑所代替。你是拉姆斯先生的外甥鲁本吗？我是他的管家。前两天我听拉姆斯先生说，他有一个住在乡下的外甥要来，一定是你了。你和他长得真像啊。听见拉姆斯先生的话，少年先是一愣，但很快就接腔说，我舅舅出门了吗？我想我还是先出去转转，待会儿再回来看他吧。拉姆斯先生点点头，然后问那位正准备将小提琴放下的少年，你很喜欢拉小提琴？是的，可是我很穷，我买不起。那我将这把小提琴送给你吧。真的吗？少年似乎不相信小提琴是一位管家的，他疑惑地看了拉姆斯先生一眼。少年见拉姆斯先生微笑地点点头，便拿起了小提琴离开了。临出客厅时，他突然看见墙上挂着一张拉姆斯先生在悉尼大剧院演出的巨幅彩照，于是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栗了一下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远了。拉姆斯先生确信那位少年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因为没有哪位主人会用管家的照片来装饰客厅的。那天黄昏，拉姆斯先生破例没有去尤金湖畔的公园散步。妻子下班回来后，发现了他的这一反常现象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，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好。怎么今天没去公园散步啊？让我猜猜，是不是你那宝贝的小提琴断弦了？没有，我把它送人了。
人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不是一直把它当眼珠子一样宝贵吗？怎么舍得去？说的没错，但如果他能够拯救一个迷途的灵魂，我情愿这样做。看见妻子并不明白自己说的话，他就将当天下午的遭遇告诉了他，然后问道：你愿意听我讲述一个故事吗？我当然愿意听了，亲爱的，你请讲。望着拉姆斯先生，太太迷惑不解地点了点头。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，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，我总爱听那临近公寓传出来的小提琴乐曲。有一天下午，我亲眼看见这户人家的主人驾车出去了，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好机会。至少我就是一条坏小鸭。于是我从一棵大树上翻身爬进了那幢公寓的某户人家。当我潜入卧室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女孩半躺在床上，我一下震了。那个女孩看着我，其实非常惊恐，但她很快就镇定下来，她微笑着问我：你是要找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吗？啊，哦，是的。这是四楼，你走错了。对不起，是走错了。我正要趁机溜出门，那位女孩又说：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？我病了，每天躺在床上特别寂寞，我很想有个人跟我聊聊天。好吧。那天下午，我和那位女孩聊得非常开心。跟你在一起真开心啊。最后在我准备告辞的时候，他却给我拉了一首马斯内小提琴曲《沉思》。